回了一趟家拿东西，因为我的高校卡带错了。我房东之前都不在家，以至于我一个人独享在整个家还挺爽的。感觉今天早上从这边出来的时候特别有生活气息，送小朋友出门的家长啊，很多骑自行车的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可以上车。现在去换乘地铁过马路。我之前每次来伦敦都觉得特别新，很有新的东西，这一次来。真的像回家乡一样。我从 Sainsbury 买了一个7.5毛的英镑的面牛角包，太好吃了。昂头老王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超市早上刚出炉的新鲜，所以特别好吃吧。智障，我又没有看那个车的方向，超 red line， 哎呀，根本就不是这个站台，这个是 overground。一起迎接伦敦的第二班，看我能不能坐上。我觉得差不多了吧。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图书馆门口就也是这样坐满了人，没有想到金融城也是这样，找了一个大树坐下了。今天是来找我朋友邱颖拿东西，他之前听的那个马格南的讲座，然后有送的关于 ISS 主题的马格南出的杂志，然后但是他昨天忘记带给我了，所以约了今天中午，但是他突然要开会然后就下不来了，就只能明天早上再来了。不过也挺好的，因为早上没有什么事情干，这边早上店铺开门都比较晚嘛，所以早上就来 Brook Market 逛一下也行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零食马德琳，噔噔噔。我觉得这相机都快变成我的小曼萨了。那边坐着一个看起来苦大仇深的老爷爷，我们来拍一下他。嗯，他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。其他人就很可爱啊，这老爷也挺可爱，他刚刚还在看我，可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吧。